吉安乡慈云宫立山老母总庙连续三天庆祝立山老母义德元君万寿祝寿大典，县长徐祯蔚在公主林清国的陪同下诚心祝寿团拜，同时也为花莲乡亲消灾祈福，场面是庄严隆重。立山老母总庙花莲慈云宫恭祝吴吉山老母万寿吴江万万寿祝寿团拜活动一连三天在慈云宫立山老母总庙举行，县长徐祯蔚、福兴村的黄俊远和地方师生也前来一同来恭贺。县长徐祯蔚在公主林清国的陪同之下诚心祝寿团拜，同时也邀请法师来依照古语的方式来祭祀。立山慈云宫主祀无极立山老母，开始建于民国89年，慈云宫以全台第一座无极立山老母总庙为目标兴建，总庙前设有八卦阵门，内部供奉立山老中大天尊及虚空地母大天尊等神明。立山老母先天号曰九灵太庙中天犯煞斗老至尊，简称无上元尊及斗老元君，来自全国的信众在23号这一天聚集在一起，前往这里来祝寿祈祷，同时也为花莲乡亲消灾祈福，场面庄严肃穆。记者庄严报道。